全新不见不散，豪华装潢，各大 K 房，高级设备，每星期有最新正版 MV。不见不散，带给你全新的玩乐享受。就约定你了，我们不见不散。你想去哪儿了？应该快回来了吧？嗯，平时出去玩也不会这么晚。你看，这都下半夜两点了。哎呦，她又不是你女儿，就别管她那么多了。来，我祝你早日找到好人家，把自己嫁出去。谢谢，但愿喽。三分之一咯，再喝喝少一点咯。这样子我也没了。那 OK OK， 一点点好，一点点。那你起码喝一点点。哎呀，喝了也不行。说啊，行。哦。光喝。哦 ，OK OK。嗯。没事吧？来。想象到现在还没回家，
他以前也不是这样的呀。也许我和他真的是活在不同的世界吧。哎，也不发个短信，也许他出去玩会忘记所有不开心的吧。杰说的对，他又不是三岁小孩，我担心这些是不是很多余呢？值得高兴的是，杰找工作终于有眉目了，看来希望还是很大的。哎，不想那么多了，睡觉。不知道想象什么时候会回来。啊，最近看好多电影啊，有点审美疲劳。好啊，那你以后找别人陪你看电影喽，拜拜。哎呦，我不是那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些电影不是每个都好看吗？哼，你还挺挑剔的，真是个任性的小孩。你觉得刚才那好看吗？感觉像在骗小孩子的吧？而且，不管好不好看，来看人这么多，其实还是赚到了。我觉得啊，那只大狮子好棒哦，它叫什么名字啊？叫 Aslan 吧，好像是。Aslan。他真的很美呢，就像一个完美的男人。要是现实里存在啊，我就算是狮子我都嫁了。哇，不要冲动啊，他可是一只狮子哎，而且他也不一定看上你吧。切，我这么好，后面排队多着呢，一只小狮子算什么？你啊，要有优越感才行，能跟我一起看那么多次电影，要当这种无上的荣耀。遵命，女王陛下。退下吧。安迪，你看，刚刚我们来的时候还是大晴天，现在又阴沉沉了。奥克兰天气就是这样，不过也许等一下就会云开雾散了。是吗？哎，你移民的事儿办怎么样？啊，还算顺利吧，估计十二月底就下来了。你好，你的哈密瓜奶茶。哦，有请你过来，谢谢。谢谢。唉，想不到距离竟然真的这么残酷。当你以为一切都安然无恙的时候，其实感情早已脆弱的不堪一击。安迪，我是不是很可悲啊？唉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。感情这种事强求不来的，你别想太多了，开心一点会轻松很多。哎，你好歹都算是享受过恋爱中的甜蜜了，你看看我，老大男一个没人要，快帮我想想辙吧，我都快忘记爱情两个字是啥意思了。安迪，我想搬出来住。此话当真？你开玩笑的吧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Andy 啊，是我。
在哪儿呢？哎，有时间吗？我电脑要自杀了。不忙的话，过来救救我呗。哎呀，你不是 professional 吗？不找你找谁啊？行，反正我下午都在家。嗯，好，等你，拜拜。晚上不是说好一起出去吃的吗？哦，哎，改天吧，反正什么时候出去吃都行。哎，我还赶时间呢。放假了，你就这么自己放纵自己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放纵自己啊？我和朋友出去玩也不行。玩归玩，你也要看跟什么人玩啊。艾克森那些人你也知道的，整天不务正业的。你怎么跟我妈一样？我爱跟谁出去是我的自由 ，OK？ 烦死了！怎么了？安迪，那个搬家的事儿，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帮我看下房子吧。嗯，好的，没问题。不过你考虑清楚了吗？嗯，我考虑清楚了。嗯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回来了，我打算搬出去住。哎 ，Dennis 啊 ，Sky TV 上有个房子不错，一单一双，我们三个住正好。哦，那我先回房了。为什么要搬出去住？我想你应该知道为什么，所以不要再问我。可是。你来这边才没多久，什么都需要别人照顾啊。照顾？你照顾过我吗？那行了行了，我现在不想多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那我们之间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你想怎么办？我现在不想谈这些。
好了，欧了，重开一下试试。是吗？你可真是 professional 啊！要是这样还不行，我可真就郁闷了。得了吧，我还 professional 呢。其实想想，啥也不会啊。得了吧你 ，computer science 短缺专业啊！现在毕业了，可就直接移民了，幸福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移民了，我还不是一样，一样得找工作，一样得混日子。哎，身份啊，兄弟，这无数人挤破脑袋想得到的，你已经得到了，还一样吗？哎，你不要愁嘛。哎，对了，你工作找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，说实话。不过现在好歹有个面试机会，在出版社，至少有点希望吧。别急，慢慢来，总会好的。嗯，但愿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家是不是有间空房间没人住啊？还打算出租吗？嗯，对啊，不过就丢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怎么，你打算搬吗？你不是住得好好的吗？不是我，是我一朋友，女孩，刚来奥克兰没多久，托我帮她找房子。行，有时间直接带她过来看房子呗。行，她人你放心，绝对是好女孩，这点我可以担保。哟，看来关系不一般啊，怎么着，问题解决了？没有没有，朋友而已，朋友而已。看你一脸神秘的，有什么秘密快说出来。你别瞎想啊，真没有真没有。再说就算我想，人家也不从啊，有主的人了。哈哈，我明白了，怪不得你不承认啊。要不然这样，改天我带你去买把铲子。啊，买啥铲子？干嘛？挖墙角呗。我早这么阴险的招你都想得出来。不行不行，做人要厚道，原则问题，原则问题。走走走，出去吃饭去。啊，又出去吃啊？哪有那么多钱在外面消费啊？在家随便对付点得了。哎，我请客，别废话，亏什么也不能亏肚子啊。又要你请了，我会不好意思的。没事儿，哥哥我疼你。哎，等会儿，罗非去吃饭吗？嗯。不了，我还不是很饿，我在家吃就好了。你去吧。你确定吗？别在家委屈自己啊。不行，我才不跟你客气呢，真的不用了，你们去吧。那好吧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你吃饭慢点吃啊，别吃完胃又疼。说我丈夫，他要上班忙没时间。哦，这样啊，不过你都结婚了呀，这么年轻就结婚了，真看不出来。你要十二月底回来哦。因为圣诞节那几天机票有点紧张，不过不用担心，我有消息都通知你。那好吧，麻烦你了，一定要帮我多留意啊。别客气。其实你假期挺长的，十二月底回来的话，你只能在国内待三周不到，时间挺仓促的，干嘛不在国内待久一点呢？没什么，主要因为朋友都在这边，回去久了也挺无聊的，没人陪。节日虽然在这里过，没什么玩的，但是好歹有一帮朋友。也对，那好吧，关于票的情况我会跟进的，随时跟你保持联系，不用太担心。嗯，好，谢谢你哦，那我先走了，等你消息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那我们试试看吧，我放 click track 给你，然后你就跟着它走就好。好。嗯，然后不要离麦克风，不要飘来飘去，尽量保持在同一个点。嗯。好。坐在屋顶的我，
是为谁闪烁，还记得是同样的天空，独自面对寂寞，可能又忘了什么，但回头却无路可走。放开一点吧，放开一点。那对对齐的错，每天围绕着我，缠着我，但我从不失落。未来是座高楼，就在谁进城背后，很小心怕一不注意摔破。喂，我知道，什么事啊？没什么，我准备回国了。不回来了？不是，放假回国看看家人，就我一个人，他不去。哦，那你自己小心了，一路平安，回去玩得开心点。那好吧，我帮你的。那我挂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谁啊？没有什么，一个朋友，要回国了，跟我打声招呼。那我们继续吧。价钱你看能不能再高一点，这台车之前也是在你们这边买的，一直都做的保养，车况还新的一样。真的不能再高了，这样吧，你要换那台车我再给你便宜一点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吧，主要我挺着急的，等钱用的。那台车还能便宜一点吗？这个我要跟我们经理商量一下，我们进去谈吧。你再尽量帮我跟你们老板讲一下吧，价格尽量再低一些。最主要我现在真的是挺缺钱的，不瞒您说，之前在海信的我运气太差了。我明白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合理的价格的。好，那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喂，是我啊，你去哪儿了？你怎么连行李都收拾好了？你真的要走啊？别走啊，宝贝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你再给我次机会不行吗？不要走，好不好？要不你先回来吧，那件事情你听我解释，行吗？喂，宝贝，喂。